那么这个是一绿蓝线绒毛，那么想必呢，在我们服
欢迎所有来自全国各地在志工，咱这兄弟啊，中华关是一个啊充满着爱。中华关志工会使讲每一个角落拢有真侪乡亲士大来参与志工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华关利用这个志工倍增计划，会使讲得到咱卫福部的这个肯定。所以啊，今仔日啊，那么咱做志工啊，会当讲予咱做愈久，身体愈勇，愈快乐，愈长命。咱知讲日本啊，是全世界上长寿的一个国家。那么日本啊，上长的时间就是长野县。所以中华关政府，中华关有这个因缘，甲咱日本的长野县建立这个姐妹县市。啊，所以我讲日本的长野县县长就是阿部知事。在伊活动三摆，我就真正够欢喜。为什么做志工搁长退休？有啥物原因？伊讲嘛，做志工，互你活了真正有意义。所以，互你活了真正有意义，自我即尊严，所以个生命咱尊卑啦，较强。所以，咱处处各角落拢有遮个志工，看到咱遮个兄弟，拄则咱部长讲个，有八十九位就做志工啦。好，爱干劳碌，看一下，阿里好简单。好、哦，背着去回孝义卫女士，服务八千多两间呐。哦，我相信这是非常非常无简单。啊，毛少年的二十四岁，毛迄落较老一寡，三十六岁嘛，摕到金牌奖。啊，金牌奖要拿到了八千多个小时。大家想，我来算算讲，啊，营营的时间吼，拢在做服务的款啦哈。社会上是非常有爱心的，志工呢，尤其需要有爱心。耐心跟同理心。那今天我们另外有一些团队得到奖，我们从57个推荐的团队里面选出26位。